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道德观察》6.1特别节目。为了我们的孩子，要说起支教，大伙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年轻的志愿者带着一腔热情跑到边远山区那样的场景。他们经常会感叹当地条件有多艰苦，会赞美当地的孩子有多善良、多淳朴。但是其中有一些人，不久之后也会含着眼泪离开，并说出舍不得但不得不这样的感叹。这种事儿多了，这种事儿让我们觉得支教啊能坚持下来才重要。北京就有一对老夫妇，一个70多岁，一个60多岁，一个是退休的外交官，一个是退休的高级教师。他们的支教还真就与众不同。I myself must keep happy。 这是2014年的影像，此时朱敏才72岁，到贵州支教已经9年。他曾是国家商务部的一名外交官，退休后放弃北京舒适的生活，来到大山深处做一名小学教师，源自他和妻子的一个约定。最大的看得见吗？看不见。啊，再往前走。啊，现在看得见吗？看不见。对，看不见。嗯，已经没有什么治疗意义了。如果再不保护好的话，2只眼睛都会失明。她就是朱敏才的妻子孙丽娜，这年她60岁，1只眼睛已经失明。失明了，眼睛1只眼睛没有了，看不见了。不后悔，我觉得我收获的比我失去的多。孙丽娜曾是北京一所小学的高级教师。2005年，夫妻俩都已退休，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电视台播的就是贵州省毕节地区有一个大石村小学，有一个代课老师，特别年轻，也就是20多岁吧，背着一个小孩上课。当时我就被这画面感动了。他很激动，就觉得那个地方贵州缺教师。我就跟朱老师说：“我说我想上贵州支教去。”妻子的提议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夫妻俩制定了一个支教原则。我们定的原则是一定要到最贫困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们离开北京的家，奔赴1800公里之外的贵州。丈夫朱敏才9年没有回过家，妻子孙丽娜每次回京办事也都来去匆匆，顾不上跟儿女吃顿团圆饭。妈每次走都恨不得把她那保险单都留给我。万一我要到那边回不来了，我就有些身后事儿交代给你。然后我每次我都不想听，因为我老觉得我要不听他就没事。带着儿女的牵挂，孙丽娜匆忙赶回贵州，这里有更多的孩子在等着她。给学生盖的学生宿舍和这个教室，今年9月1号开始开学就能竣工了。为了给学校改善教学条件，2013年夫妻俩募集了20多台电脑，贵州省委又拨款330万元修建教室和学生宿舍。学校建好以后，夫妻俩就要去更艰苦的地方，这是他们的约定。他们去过最艰苦的地方是一所苗寨小学。贵州省兴义市马岭镇尖山，那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苗族山寨。一所小学，80多个孩子，大部分连汉语都听不懂。因为只有2间教室，晴天夫妻俩就在操场上上课，雨天教室格外昏暗，伤害了孙丽娜的眼睛。山路艰难，阴冷潮湿，朱敏才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疼痛毛病。就捋着那个山崖，就摸着那个山壁往前走，这边就是可以说就是万丈深渊。那旁边有一些小树啊，这些，哎，我就抓住这树，还可以。真的，手和脚一起用，爬往上爬。尖山都是石头，只能种马铃薯和玉米，夫妻俩长期吃不到青菜，环境艰苦。但因为他们的到来，那些当初连汉语都听不懂的孩子，不仅学会了普通话，更会说英语。学校条件变好，夫妻俩也要离开了，那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分别。这些学生们就在那个我们身后边，一边唱着歌一边哭啊，那声音在大山里边就这么，哎呀！ 一辈子我都忘不了这个情景。现在他们所在的学校的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但仍然非常艰苦。这屋啊，这屋也当厨房、晾衣服、洗澡、放东西都在这屋。这屋也没法洗澡啊。就这池子，我们那个夏天呀、夏天我们就在这儿坐在这池子里，拿一小板凳，我们就用这个就洗。那冬天呢？冬天就没地儿洗了。这里经常阴雨连绵，房子里格外潮湿。朱敏才腿疼的老毛病犯起来，常常疼得睡不着觉。这位曾游历海外，在谈判桌上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如今成了十足的乡村教师。笔挺的西装换成了开线的旧衬衫，手也开始不听使唤。可当老师却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外交官的定义是代表国家，在外国办事情、做事。那么你作为一个乡村教师，同样的。 你要把农村的孩子真正的能够是有一套方法，把他们培养成很有用的国家有用的人才，那我觉得那就很了不起。Hope, hope, dream, dream, keep fit, keep fit, study hard, study hard。支教9年。 朱敏才、孙丽娜走过5所乡村小学，行程上万公里，足迹遍布贵州大半个版图，募集善款353万元，改变了无数山里孩子的命运。2015年年初，朱敏才、孙丽娜老两口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但获得这份荣誉前不久。 73岁的朱敏才在所支教的遵义市遵义县龙坪镇中心村小学突发脑溢血，后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他人在北京休养，这是不得已说出的再见。一对老人去支教，不是为了一时的冲动，不是为了名和利，那为什么呢？据说人老了会看淡很多事情，放下很多事情。 从这对老夫妻的身上，我们真是得到了印证。他们看淡了物质生活，放下了名利，用最纯粹的方式做最有意义的事儿。这是沉淀过后的人生，是充满智慧的人生。他们为了更多的孩子拥有这样的人生，跋涉大山深处。也许他们的脚步已经停下，但他们的价值已汇入那些被改变的生命，留下感动。 久久被赞美和传唱。每天早晨，王万林都会准时出现在早餐店前，为全家人买早餐。王万林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一幢老式居民楼里，是一个面积仅有5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你们还在睡觉？要上班呢？到现在还在？啊，叫我吵死了！我吵什么？一点都不吵！起来了。 你用什么钱去讨老婆？挣钱要娶老婆的要。现在在老人家里还住着3名小伙子，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都是这几年中流落杭州被他先后救助的。这3个小伙子在这个家住的时间最长的已经有6年之久。抽烟啊、喝酒这种人他都不允许。加油不行的，路上车多，坐公交车会注意安全，小心一点，上班的安心一点。这样吃饭的场景在王万林家从未间断过。这些年在他家住过的流浪儿，短的有2、3天，长的则有7、8年。在老人的衣柜里珍藏了一袋子的宝贝，只要有空，他都会拿出来翻看。哎呦，这是我最大的财产，还有1300多封信，其他啥都没有。有时候真心里不舒服，我就拿出来看看，看看自己也要掉眼泪。我的爸爸你好，我现在在北京，一转眼10多年过去了，也肯定老了。在这些信中，有97封都是一个叫姚余公的孩子寄来的。姚余公11岁时，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在与父亲发生争吵后，离家出走，流浪到了杭州。那身上没钱，肚子饿了，我记得是他们有30个吧，都比我大一点，也就15、16岁的样子。他们说，以后你就跟着我们，我们有的吃就给你吃。在这些孩子的教唆下，11岁的小姚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偷窃。就在快要得手时，王万林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小姚拿起面包就跑。我就追上去了，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面包不能拿，人家要赔钱的。”他就讲：“他说我这一天只拿1个了。”那我说你不要拿，你干脆就是我每天给你2个面包1块钱。就这样一连7天，每天2个面包和1块钱，小姚最终被王万林的执着所感动，将家里的住址告诉了他。那么我问他你家在什么地方？他说我高邮。得到地址后的王万林第一时间给小姚的父亲发去了一封电报。年仅11岁的小姚幸运地被爸爸带回了家。临走时，小姚紧紧地抱着王万林，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父亲，感觉跟着他，心里特别踏实。从1979年开始至今，已经35年过去了。这期间，王万林一共救助了509名流浪少年。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个时代的印记。即便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是老人还是可以讲出照片中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故事。那是在18年前，王万林像往常一样在火车站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远远看到了一个15、16岁的孩子正在发呆，便走上前去与他攀谈。通过聊天得知，这个孩子名叫于洪良，父亲去世了。为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开支，年仅15岁的他背着母亲独自一人来到杭州闯荡。可是1个多月过去了，不但没找到工作，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只好在火车站流浪。是这样情况呢，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先在我这里住下。不小心拿这种事情都天，有这么好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人啊！抱着看一看的想法，小鱼来到了王万林的家。一进屋，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那一间房子里都蹲了7、8个人，连他吧自己嘛，都打地铺，那床铺都没人的时候。由于小鱼的年纪太小，王万林几次劝说他不要急着打工，回去多念念书，等年纪大些再出来打工。他带着小鱼游玩了西湖与灵隐寺，然后买票送他回家。回家后，小鱼给王万林写来一封信，称他为爸爸。后来在小鱼的请求下，王万林在杭州帮他找到了一份厨师学徒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是这里的厨师长了。为了留在王爸爸身边，他放弃了跟老板去上海的机会。最失魂的时候，说起来我吃饭了没地方吃，睡觉没地方睡，我有今天就是他给我的机会。像这样的故事在王万林身上还有许多。35年间，王万林救助了全国各地共计509个流浪街头的少年。他把大半生所有的收入都用在了这些孩子身上。老人70岁生日这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06名儿女为他祝寿。说一声老爸，谢谢。虽然他终生未娶，却拥有众多的儿女。尽管他一生清贫，却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王万林是幸福的，他幸福。 不仅仅因为这么多孩子管他叫爸爸，真心的感激他、回报他，更因为他大半辈子的付出没白费。这些曾经迷茫的孩子，最终走上了正途，成为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一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每个孩子都会长大，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既需要温暖的家庭作为土壤。 也需要来自社会的雨露阳光。作为成年人，不论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用我们的爱心去浇灌他们，用我们的诚心去培养他们，用我们的责任心去扶助他们，这些孩子才能更加健康地从弱小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当万木成林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社会的栋梁。我是陆一鸣，明天见。